我去，这僵尸也太多了吧！我的天哪，这僵尸太多了啊，我真的扛不住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庄先生，又来玩粉丝推荐的 DIY 关卡。这个粉丝呢，也是加了我的 QQ， 说他这里有两个关卡，希望我能玩一玩。他说这里面有一个是偏难的，有一个是偏娱乐的，并且他其中一个还有官方推荐。关卡名字叫什么呢？一个英文名，我也不太懂啊。那么我们就来玩一下好吧，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把你们觉得好玩的关卡打出来。行吧，咱们就随便选一下就开始打了。这关居然是官方推荐的，但是好像应该没有很高的难度吧。哎呦，就这还能输呀？我还说好简单呢。那咱们再来一局好吧。他既然有鸡贼的话，咱们想想啊，这把的话带了一个爆炸坚果，还有一个甜菜护卫，应该问题不大吧。哎呀，差一点啊，还好我及时补了一个甜菜护卫啊，要不然就被他偷家了啊。有米花出来单挑了。好家伙，完蛋了呀，这个残障僵尸来了啊。我去，这僵尸也太多了吧。我的天哪，这僵尸太多了啊，我真的扛不住了。再来一把，再来一把。好的，咱们第三把再试一下。哎呀，真的太难了，我带来一个爆炸桔梗来清一清全场啊。啊，鸡贼又来了。你不要过来啊。啊，又输了，我的天。兄弟们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吧，这把我带了原始豌豆、苹果迫击炮、军炮控场试试吧。如果这把再输，下把我就要上茄子了，走你。太难了，可能是我太菜了。最后一次机会，输了就倒立吃屎，赢了记得点赞三连鼓励一下，谢谢。看到没，这很简单嘛，对不对？前面是我太大意了啊，考虑不周全。好了，那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，大家可以把你的关卡发在评论区。拜拜，下期再见。点赞关注评论。